我是一个刚刚开始学佛的人，听经之后明白要断恶修善，念佛才得力。目前我的工作是会计，听老法师讲，学佛首先是不漏国税。我于是呢向公司提出辞职。由于家人都不学佛，都极力反对我辞职。丈夫也威胁说，如果离职就离婚。亲人也反对，我心里压力很大，向他们讲道理讲不通。佛友说，再干下去往生没把握，请老师指点，我该如何处理工作方面的事情？这个呢，是你遇到了矛盾了。学了佛，才会遇到这种矛盾。没学佛嘛，没有这个矛盾。你没学佛嘛，你也不知道哦，偷漏国税原来是犯的盗戒。因为又不是我干的，是公司要我干的。那现在觉得呢，又不行啊，不能这么干呢。这么干的话，我也是个帮凶啊。那我是助人偷盗啊，可是想不干了，家里人也反对，这么强烈啊，甚至丈夫要闹离婚，以这个来威胁，确实是矛盾两难。那你是要持戒呢，还是要保住家庭？这就看你自己的发心了。持戒对不对？当然是对的。学佛首先第一个要持戒啊。杀盗淫妄酒，这是五戒最基本要做到的。那偷漏国税是偷盗，我不能犯这个持戒。持戒的同时呢，这边家里人全都生烦恼了。甚至可能搞到家庭破裂。那你就要选择了。我持戒是为自己，还是为众生？我这个为了自己不犯盗戒，将来能往生，不惜让家里人都生烦恼，甚至搞到。家庭破碎，让这些家人呢都毁谤佛法。戒你是持了，你不帮助他，这个不帮助公司偷漏国税了，很好。可是呢，你帮助家里人毁谤佛法，造谤法的重罪，将来都堕阿鼻地狱。那你也一样有因果责任呢。为什么你有这个因果责任呢？因为你是为自己。你有我这个执着，持戒为了自己，我执不肯放下，持戒也可能帮你造罪业啊。这个罪业什么呢？让你堕轮回，甚至堕三恶道。所以修善也好，持戒也好，积功累德也好，甚至念佛也好，看你是为谁。我是为自己念的。我找一个很清净的地方，谁都不管了。家里闹离婚就离婚，我就得去往生，找个深山老林去闭关静修去了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也有啊。这种人能不能往生呢？不能往生。何以故啊？他为自己呀。
不惜让众生都跟着他生烦恼，他为了让自己得个清净。啊，这个是自私自利，这是增长我执。所以慈云灌顶大师在《注观无量寿经》里就讲到，念佛人有100种果报，第一种堕阿鼻地狱。这念佛还能堕阿鼻地狱？没错，祖师说的没错，为自己念的，啊，不惜别人痛苦烦恼，啊，不惜让众生，啊，陷入业障而不能自拔，他去找个清净地方念佛，啊，导致众生呢，不仅没有啊得度，反而会谤法，造更重的罪业，那这就是该堕阿鼻地狱啊！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《无量寿经》讲得很清楚，两个条件：第一，发菩提心；第二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两条具足，你才能往生，缺一条就不行。啊，而两条之中第一个最重要，发菩提心比一向专念还重要。如果你不发菩提心，啊，念佛还是为自己，没有发起那种但愿众生皆离苦，不求自己得安乐的心。啊，纵然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了，得禅定了，你跟阿弥陀佛的愿也不相应，你能往生哪里呢？往生四禅天、四空天，你得禅定了，你一心不乱了，念佛三昧，啊，你是用念佛的方法修得那个定。但是呢，你的菩提心没发出来，跟净土不相应。往生净土，发菩提心的人才能去。啊，这谭纶大师注解《往生论》里面讲的好啊，二乘种不生。啊，二乘人就是没发大乘菩提心。啊，声闻乘、缘觉乘，都没有真正发起菩提心呐。不能往生净土。他们的定力高啊，都已经超越三界六道了，得九次地定了，还是不能生。啊，那你得到了四禅八定，怎么可能生呢？这个不是靠你功夫能生的。啊，你的念佛功夫，就是你的定力，是决定你将来往生之后的品位高下，而决定你能不能往生，能不能跨到这个门槛里头，是看你有没有发菩提心。发了菩提心，再加上一向专念的功夫，你能够品位增高。但是没发菩提心，光是一向专念，对不起，往生不了。哪怕是像藕益大师在《要解》里讲的，念到这个你已经风吹不动，雨打不湿，如铜墙铁壁一般，这功夫了不得了，一心不乱了，最后还是不得生。你就知道发菩提心多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修行一定不能够误会往生的正因。很多同修就误会了，哎呀，我这拼命念佛就能往生。未必。看你是用什么心。
啊，你的心真正是发起来了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慈悲是度众生。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是自己的，自受用；慈悲是他受用。这五条缺一不可。啊，我光有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，啊，没有慈悲，也不是菩提心。你那个清净也不是真清净，相似的清净，像你得到了禅定天，相似清净，在禅定天那是很快乐，禅悦为食啊，法喜充满了。啊，你觉得念佛真好啊！啊，你修的定真好啊！嗯，自己在想那种定的快乐，那个定确实是人间没办法，任何的娱乐没有办法比的。啊，不仅人间没有，啊，六欲天都没有。啊，欲界天最上层他化自在天。这种娱乐都得不到这样的禅定的喜悦，所以禅定天人看欲界 他们的这种娱乐的享受简直就像那个狗吃屎啊，吃那个屎觉得很美味，我们觉得那个天上多快乐了，实际上他看我就看他们呢，就像是狗吃屎一样的乐。禅定天他们的那个乐，他化自在天都想象不出来。如果你身着在其中，那你就不能超越三界。所以超越三界，把定的这种执着也得放下。我为什么往生？我是为了普度众生往生。我为了行普贤行愿往生。我不是为了自己求安乐去往生的呀。极乐世界是安乐世界，那是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但是我不是图这个去的。有一点希求自己安乐的心，这就与菩提心不相应。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这个大经解的时候，多次引用古德的说法，三种与菩提心相违法。其中一种就是你求自己安乐，求自己身心得安乐，这种心不是菩提心，这个安乐也包括你禅定的快乐，你念佛的法喜，你的就求清净，你持戒的成就感，这些通通都要破除。菩萨不为自己求安乐，连那个小乘阿罗汉所证得的涅槃的快乐，那三界没有能够相比的，四禅天、四空天都比不上。路径比丘的乐，也不能执着。你一执着了，菩提心就失掉了。这点我们细细去体会。真正发起大菩提心来，那你愿愿，你念念行行就跟阿弥陀佛相应，你就肯定往生。念佛能不能够念到上品，这个我们不必去攀求。那是因缘不同。
善导大师就讲得很清楚，四土三辈九品，全在遇缘不同。就你品位高下是遇缘呢、啊，真的，你这个时候你没有这样的那个那么多的污染的缘，包括你度众生，你难免可能会受污染，难免你可能会生烦恼，这都是污染，你功夫就比较差，你往生呢，这个品位就低。那你没有这些缘呢，你就一心念佛，在家里清清静静的站着走，像过路匠，那往生上品。这是他们的缘分不同，都发了菩提心，那他们是随缘。你像天台智者大师，他往生西方，他自己告诉大家，我是五品位往生，那是凡圣同居土。大概是中品。如果这样比较，可能他的品位还未必有过路匠那么高。那个智者大师还不是站着往生，往生之后人家站3天，这功夫来讲，可能比不上过路匠，但是人家的对佛法的功德之大，那远超过过路匠啊！就他遇缘不同啊。他有这个缘分，就得要去承担啊！智者大师何许人呢？一肩挑起如来家业将天台宗创立起来啊！他的这个功德，那跟释迦牟尼佛都能相媲美啊！所以后人有人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。但语言不同所以藕益大师说得好啊，他往生西方要什么品位啊？我下下品往生足矣，我不求上上品，下下品能往生就行，对品位都不执着。实际上不执着，他的往生才高。他们往生的直入常寂光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开花见佛，见佛啊！像藕益大师的寓言不同啊，他的缘什么呢？他饱读经藏啊，通宗通教所以他发心住宿啊，那叫舍己为人呢。拼了命来注解经典。你像《阿弥陀经要解》，这是千古绝唱啊！印光大师赞叹《弥陀要解》，说："古佛再来为《弥陀经》做注解，也超过不了其上。”那如果藕益大师想着我就求清净，我就念佛好了，这就不要住了，不要住了，你这个心就没有发起菩提心。因为他有这个缘呢，第一他已经通宗通教了，第二他还有这样的一个能力，就义不容辞。要少龙佛种，弘法利生，牺牲品位，这个都不在乎。他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为众生皆离苦。所以他的住宿等身基本上各宗各的主要经典他都有注宗，都有住宿。所以身体消耗得很厉害，57岁就往生了，但是往生坐着走的，也是欲知是知。能发起这个大菩提心，那决定是往生西方。阿弥陀佛能不来接吗？那这种人真的一念都能往生。
甚至不念佛都能往生。你看天台的优喜大师，他是最后怎么往生呢？啊，口中念南无妙法莲华经，他念妙法莲华经经体往生，没有念佛呀。他是天台祖师，他就注解啊，当然他也注解净土经典啊，净土生无生论就是他出的。啊，那为什么他不念佛都能往生啊？他心跟佛是阿弥陀佛是完全相同啊，发了菩提心了，只要愿意去就能去。啊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们懂了之后，心要安，不要七上八下。啊，真正发起菩提心。啊，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事情我们就好好做，不能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们就一心念佛。啊，像于静义工遇照神记里头讲到了两句话，静则一念不生，动则万善相随，这就是菩提心的状态。啊，静则一心念阿弥陀佛，动则利益广大众生。啊，其实利益众生也是念佛呀。嗯，就像阿弥陀佛在因地啊，啊，心常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。啊，诸佛是怎么行持的，他也就是意念这个落实诸佛的行持。啊，这都是发菩提心的表现。默学在工作过程中经常要弄虚作假，很多材料都不能报实数，领导也不许你上报，而且业户电话咨询的时候明明知道要收他多少钱也不告诉他们，因为怕业户赚钱多不来办，啊，闲钱多不来办，单位经常向上级部门申请拨款，要来的钱很多都浪费掉了。默学觉得这样的单位有搜刮民脂民膏的性质，在这样的单位工作会造很多的业，所以想辞掉工作，但是父母坚决反对。那么父母虽然也信佛，但是希望我赚钱结婚，因为想辞职不结婚这两件事呢跟父母有矛盾，不知如何处理。哎，这个事情啊，你要用智慧来解决，要慢慢的劝你的父母。那么如果单位呀，非得让你做这些不如法的事情，那如果我是你呀，那我就采取代工政策。嗯，我不干了。我可以不提出辞职啊，但是我不能做这些不如法的事。啊，领导生气怎么办？生气我就听你骂吧。我心里念阿弥陀佛呀。骂累了你就不骂了。啊，真的气起来你把我炒鱿鱼了，哎，正好感恩你。我跟我父母有交代了，哦，那我只能这样做呀。啊，我们现在还不是菩萨，啊，跟众生一起同流合污，自己也跟着造罪业。啊，所以古人讲得好，天下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。在单位也是这样，单位有道，那你就出来尽心尽力来工作，为社会造福。单位无道，
那你就得引。啊，避免同流合污啊，但是一定要柔和啊，不要让家里人呢生太大的烦恼啊。你也不要跟家里人讲，这是定弘法师教你的啊，那他就会怨我了啊。这只能提供你参考啊。假如我是你，我肯定会这么做。但我不能勉强你这么做。